让穿拖鞋的民众也能够享受到艺术的美好。第18届台北文化奖得主陈宏。而在台北市，我们常自诩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城市。伟大的城市不是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硬体建设101或者其他的一些大型建设，而是因为我们有非常丰富多元深层的文化。当自诩我们台北市长远的愿景，我们要把它变整个华人文化圈里的文化首都，我们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。相信未来的十年都有可以看得到，对，真的可以看得到。我们在不管是一些所谓的聚落概念，我们还有讲一些文化的聚落，然后还有所谓文化资产的保护，或者是说我们一些比较扎根的人才的培育的聚落，我们都做不到。那我相信我们还有一些需要进步的空间，请各位继续支持世界设计节目，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世界设计吧。特别是就像刚才市长讲，打造成一个华人世界，或者是在亚洲世界里面，那大家可以共同交流。对文化，我认为是生活上面一个最重要的事情。如果好的文化的话，我们的精神生活的满足，在物质上，我常常说，我们政府国家花很多钱，为了增加0.1%的 GDP。我如果把这些钱呢用在文化方面的话，我相信人的幸福一定比增加0.1%个 GDP 更重要。像大市长说，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文化的都市，我认为这个才是我们最需要的。就每一个人能够接近文化，那从心里面得到满足的话，那么我相信他的素质、他的精神，他各方面都会有生活。我前不是演员，没想到今天被看到了。谢谢师傅，谢谢老师长，谢谢同学们。我在华东社会里面的城市，它也是绝对是一个居住的最好的所在。